欢迎收看小狗碎碎念栏目。哎，我就说呀，我贼不愿意坐电梯，那就不能让我走楼梯吗？你撒开我行不行？能不能撒开我呀？开门了，开门了啊！我出去。不是你总抱着我，我咋出去？我双脚都离地了。哎妈呀，可算是松开我来嘛！你别拦我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冲出去。刚才那轱辘道黑呀，我掐了别播，这啥电呢？不是你走那老快干啥呀？我看看吃啥的，你着什么急呢？这怎么又不走了呢？这干啥呢？等啥呢？走啊！啊，红灯啊，不能过。这灯咋这么长呢？能不能过呀？啊，能走了，能走了。哎呀妈呀，过马路你快点儿的！刚才遇着一个马犬，我不能跟他玩，我怕他咬死我。就这么一会儿，离我过三条马路了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想干啥？这是个什么店呢？这好像是必胜客，我要吃必胜客，你带我吃必胜客吧。我不吃必胜客，逛商场也行，逛商场我也可以。这是啥店呢？我闻闻，我闻闻，我能不能进去啊？不能，算了。这又是卖啥的呀？就缠我吧，啊，你就好好缠我吧。实不相瞒，有点不文明了啊，拉了。小保姆又崩溃了，又骂我，现在就已经骂骂咧咧的了，找来一桶，找来一桶。这到底吃啥的店呢？让我看看。哎呀。哎呀，对对，找垃圾桶，这干啥呢？这垃圾桶不行，小保姆啊，这块有人在捡废品，咱俩不能扔这儿，不礼貌啊，咱换个地儿，换个地儿。这垃圾桶也不行，这旁边有人，这怎么都在垃圾桶这块干啥呢？一个个的啊。这垃圾桶行啊，没人，哎，扔完咱就走。不行不行啊，走多了，歇会儿歇会儿啊，先坐歇会儿。今天什么个情况啊？咋没人呢这儿啊？小哥哥呢？都上哪儿去了呀？你赶紧带我去小哥哥多的地方，这块连个小哥哥都没有，你让我在这儿待着干啥呀？啊，今天碎碎念就到此结束了啊，没有小哥哥我回家了，我要回家。